하여 어? 사원 여기가 치고 아 단지가 아 어서 한번 매요 겨다 내가 지금 쇠뇨비 쇠를 잡는다 刚从中国回来啊，因为最近的这个叫什么新型冠状啊，这个肺炎病毒啊，所以啊自己在家隔离啊，刚回家，你看这行李还在这摆，啊，为了不传染给老婆啊，赶快跟老婆讲啊，回家之前先备好各种吃的东西啊，你看，然后结果呢，你看我老婆都有多少小视频，各种各样的。 据说把这个超市里的面都买了，而且还有这种什么汤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慢慢啊，我不可能现在给大家做开箱啊，把它都打开，是吧？但是我每样的开啊，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视频，看看哪个好吃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今天是晚上啊，开始先吃这个叫什么大胃王啊。 吃麻鸡了，应该是从后腐蚀嘛。我感觉我这应该一个人能吃5桶，我只有1桶，就当早饭吃吧。哎呦，我也是那种肌肉人。嗯，好健康，就是一股鸡肉味。 就是老外的那种chicken soup 的，还可以，不难吃。战七五，战七五什么？什么女什么鸡？什么什么？二斤，2分钟 OK。 虾味儿，鲜虾面的味儿，还可以啊。这个是韩国那个龙心炸酱面，多少卡？520卡，哇，这。 下餐，好，我们吃这个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嗯，还可以啊，好，我们下顿饭见，好，晚饭时间，今天来吃这素未谋面。 老坛酸菜鱼，康师，这个特别好看。
不爱吃烤，素的面反倒是更好。好，早餐全味王，啊，招牌面，素食鸡，又是素食鸡。哦，卡路里只有179。哦，可以啊，嗯，反正面饼很大。哇，这大包面，啊，这大包菜，哇，头一次见这么大包菜，买啦。还有一包油跟一包，啊，面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嗯，要不放水。这个素食面调味佐料，好，加热水。那三分钟，扔到哪里？好，已经闻到了一股蒜味儿。好，我们三分钟后见。好，三分钟已经到了。还很鲜哎，哎，好吃哎，好，这个面真的不错，这个面真的不错，嗯，招牌素面，唐老师，好，我们下一餐再见，拜了个拜。好，午饭时间，嗯，这个是阿宽的四川特色。四川铺盖面啊，牛肉火锅味儿，然后长得这么好看就 very good。 嗯，这家伙的可以的，390块，我办拉事儿，这是一拉就开，这些方面的开箱体验很差。要六分，我就泡六分。好，打开，哇，好，你们下来。嗯，真的是，就是牛油火锅的味儿啊，就是比这个康师傅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要稍微香一点。不是下期见，下餐见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午餐啊，吃完了，现在来吃晚餐。晚餐呢，这个我没吃过啊，叫做石竹人啊 ，Energy， 嗯，这个没见过啊。这个的话呢，211卡，比刚才那个要好一些。它这叫什么花甲？什么锡纸花甲粉？嗯，搞不清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，啊，这个就健康了很多呢，它只有10%啊，所以。然后有一包辣的，一包这个酱包，还有一个蛋糕。上面还挺多东西啊，这个应该就是干菜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就所谓的花甲吧，就是我所谓的打了。嗯，应该是一些野菜。放进去。然后呢？好，我们再预计那个几分钟，我们来放好去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哇，这味道！刺激的，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花甲吧，他们叫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嘎了啊，尝一口。嗯，是真的嘎，还挺咸的。嗯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五个。有点蒜味啊，还可以。嗯，这盒真的不错啊，蛮好吃的，比方便好吃一些啊，比这个什么
正常的这个康师傅牛肉面要不能说好吃吧，但是更有特色啊。那个如果有机会吃泡面的朋友可以推荐啊，可以吃一下。好，今天早饭啊，继续来吃。十足人啊，昨天吃了那个西子的还不错啊，发现还有一包是藤椒粉。昨天吃的叫花甲粉啊，这个藤椒花甲粉就是很鲜，那个还料还真的不错。还有随机礼物，有机会获得不可食用，还原真冻干。这个冻干藤椒最近很火啊，这个就是网易严选的那一款就很好吃，然后这个。应该放好了，4到5分钟。哇塞，那还不错啊。哎呦我去，还可以啊，藤椒味挺足的。可以啊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十足人这个牌子算是很好吃的。昨天开的那个，今天开的那个都不错。花甲的那个就比较鲜啊。这个呢就比较这个辣一点。好吃。继续吃了，而且你看这个勺子设计的也是有点意思啊，就这样的话就不会掉进去，你看就卡在这儿，还用点心思啊。好，我们下山见，拜拜。啊，又是晚饭了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吃不下去这个泡面了，这应该大家都吃过了，这个统一这个鱼板面，鲜虾鱼板面。卡路里哪去了？507，这个盐的含量也是很高的。所以少加点油，少加点那个料包。差不多了啊，来看一下，这个应该大家应该都吃过，就是普通的鱼板面那边。看一下，还可以啊，这是鱼板面的吗？好，我们下山见，拜拜。好，午饭时间，香菇鸡面啊，这好像没有什么。可讲的啊，这个是康师傅的这个比较经典的一款香菇鸡面啊。康师傅的这个就是说盐啊和卡路里真的比较高啊，不要卡。你看他故意让你看不到的卡路里，看到没？还有536卡，536卡。然后你看它这个收的这个盐88%，吃一包就一天够了。
或者这个就不给大家试试了，这个到时候再给吃个这个吧。好，我继续吃了，嗯，下次再见。好，大家好啊，继续来吃面。这个好像是Whole Foods的，这个Whole Foods的面，看起来就是一看就不好吃嘛，就是说怎么讲，那种吃完之后没有幸福感的，只有成就感，这种是。吃完之后呢，你没有什么幸福感，但觉得哦，今天真的是很健康，活得很健康啊。这一碗面只有180卡。180加190都不如康师傅的一碗多，三碗等于一碗康师傅。Anyway， 太小了，所以没办法啊。所以你看它的这个 fat 非常少，它的 fat 基本是零啊，所以这东西能好吃。但是盐呢还好，一个30，一个27嘛。一个呢是鸡肉味的这个拉面，是 vegan 的。另外一个呢也是 vegan 的 pad thai， 两个起来。先烧水。那牛逼吧，就这么做，一个叉子怼两盒，请看。好，我们等3分钟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好，大家好，继续来吃面啊，这个又是应该是Whole Foods的面啊，你看看起来逼格就很高，什么 Kraft Ramen， 难道所有的拉面不都是 Kraft 出来的吗？感觉什么，看就是你看，是吧？这个逼格很高的，210卡，还可以。看起来如果能做成这个样子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可口的。Vegetarian vegetable ramen soup， ramen soup， organic 啊 ，insanely rich， 就是很浓的浓汤啊。它还有个 website。就是吧，这个面就是正常的那种煮面的那种面啊，所以这种东西拿来做泡面就很扯淡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呢，不好吃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中午饭继续来吃面，还是Whole Foods的，一看就知道哈，那种看起来就很难吃的面。 Great new recipe 啊，新配料啊，新配方，又是 organic 拉面啊，然后是这个 vegan 啊，这个更强啊，这是 vegan， 是 miso ramen，就是 miso soup， 叫什么味增汤是吧？就是这种面啊，就是完全靠不住的面，就真的要煮。上水。好，看一下吧。哇，真的是 miso soup， 但这个面呢，的确是，绝对不是油炸的啊！跟你讲，这个面，绝对是那种。不能是手擀面吧，就机器压的那种面。喝一口汤，给大家评价一下啊。很健康啊，很健康，半天说不出来话啊，就是迷手术在玩啊。好，我们下餐见。看我还能挺多久，拜拜。
好，大家好，火鸡面，这个我们来开火鸡面。哇，这烧水声音怎么那么大？对，香甜，不，甜辣鸡肉味干拌面啊，这个干拌面，看一下啊，这个380卡还好啊。什么这些？哎，这基本上跟吃一个 Whole Foods 的那个也差不多啊。哇，你看这里面的各种添加剂，哇。啊，非转基因大豆 ，interesting。什么什么这个氨、那个糖、这个托、这个什么的，哎，看起来就不想吃了。Anyway， 将面饼放入碗中，然后加入的水，然后呢放置哦，这个6到8分钟要记一下啊，然后倒点热水，然后拌。好。有点像那个，不过应该是。哦，哇，不得了，嗯，就是跟韩国那个火鸡面，但是没有韩国火鸡面那么甜啊，它这个稍微没有那么甜，它这个辣度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好，我们下餐见，拜拜。OK， 再来一碗，应该也是那个叫做浓心吧。恭喜了，古木汤，什么什么汤啊？是牛骨汤吗？骨汤吗？是不是？就是骨汤的意思。不要以为不懂韩文，啊，基本上就是1000卢，然后530卡。这个 fat 有点多，然后盐有点多，一会儿我们少放一点。然后呢还有什么，哦，它有这个 rice flour 啊，就是个 米粉，15%的那个米在里面。康师傅那个排骨汤的味道，这怎么有股奶油的味道？其实不怎么咸，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放那么多的盐。好，我们明天最后一餐见，拜拜。这个呢是又是Whole Foods的，是一种汤吧，应该是什么谷物跟菜的一种汤。5分钟，这应该是牛肉跟什么蘑菇啊？这个，这里面呢，这一块是什么像黄油一样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些谷物啊这些东西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勺子，一个勺子居然是断的，好，它应该是插进去的。好，我已经把东西都放进去了，我们加上水。这个什么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米花的味儿啊，其实这些谷物应该已经开始泡发了。好，我们来等5分钟。